为了帮小雨完成拍摄，不惜与女演员打这种赌。你能帮我拍个广告吗？我今天有好多片要拍，可能拍。我不是说我明天就能拍吗？你怎么还找他呀？可是广告不能延期。那今天出太阳，我怎么拍啊？这大冬天也不会晒黑吧？冬天的太阳也有紫外线的，你懂不懂？这广告都已经确定是我了，你说话就换。看这个广告能延期吧？到时候从我自己看。哎。要不你用我这个蓝光小白管防晒霜吧，它是高防晒的。我才不涂，一涂防晒上妆就搓泥。哎呀，不会的，它这个五秒成膜，我用它都不搓泥的。我才不信呢，你有这么好心？不是谁都跟你一样净想着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，我是怕小雨扣钱才给你用的，还自作多情呢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要是我涂十层防晒再上底妆都不会搓泥，那你就去给小雨拍外景。好啊，我先去把泥膜洗掉。哎呀，还不是因为小雨的广告啊！如果他不按约定来的话，后面不仅要扣钱，以后的广告也会受影响的。赶紧的吧。一，我就不信你涂完十层还不搓泥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上底妆吧！我就不信你不搓泥，有你好受。你看。他没有搓泥吧，这个跟各种底妆都不会打架的，那肯定很油腻，一会儿就脱妆了。他晚上那个，哎，小雨你来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还有空气感防护科技，还是一样的清爽，肤感很好，根本不会黏腻的。这下你愿意去帮小雨拍摄了吧？行吧行吧。哎，还有公司规定了，演员需要无条件配合拍摄，下次注意了。